time. One bot leaves. Reports are flooding in about a major catastrophe. We're under attack from a supervillain. How cool! I would like to help. Baymax! I am not fast. No kidding! My brother built Baymax to help people. Hello. It works! Oh, this is amazing! Have a lollipop. Sweet. We can't go against that guy. We're nerds! We can be way more. Why is Baymax wearing carbon fiber underpants? This may undermine my non-threatening huggable design. Anybody else's suit riding up on him? We could be heroes! Buddy. Coming through. Woo! Heads up. Full thrust. Ah! Too much thrust. Too much thrus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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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Back on. Oh, no. Baymax. 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迪士尼与漫威联手推出大英雄天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影评人膝关节为我们分享。膝关节好。凯英好，大家好。漫画英雄一直是好莱坞的强力印钞机哦，所以在迪士尼买下 Marvel 漫威之后，大家都想说他们会改拍什么样子的漫画作品，所以我们破题好了。膝关节觉得迪士尼跟漫威合作之后产生了哪些质变呢？这次作品怎么样？先这样说吧，因为迪士尼本来它的市场，它确实因为早期有很多经典童话、公主系列，所以在迪士尼的一个既定的市场里面，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粉红泡泡族群，就是少女啦，或是女性族群。嗯，他们跟漫威的一个合作，大家知道漫威毕竟是一个以青少年男性为主的一个市场，所以迪士尼去买了漫威之后，我认为就是把这整个男性跟女性的市场可以合并的更宽广。那迪士尼有原本既定一个家庭课程，所以漫威过去的作品只会被人家认为是一个青少年次文化的一个代表，所以这两个公司的结合，我觉得是一加一大于二以上的，甚至可以乘于三的那种战力。毕竟漫威它有这么多漫画作品，而且其实我如果没有记错，他们应该有快有1000多个角色可以拍，所以你要怎么从茫茫大海的角色群里面去寻找出符合你现在想要拍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这个作品现在出现了，其实也让蛮多原本在看漫威作品的粉丝们其实有点讶异的。嗯，因为毕竟 Big Hero 6并不是在漫威的这套作品里头是属于可能家喻户晓型的作品，能见度高的作品，就比如说台湾的一些朋友他们未必会那么的熟悉，他可能会熟悉其他的一些角色，其实包括我们明年可能会见跟大家见面的蚁人、Ant-Man 这些、Ant-Man、就是他其实有其他比较主流的一些英雄的角色，而且都是在这几个故事的宇宙观里面可能会互相交错，会互相出现的。对，所以刚才提到复仇者联盟也是因为不同的英雄他们的这些时空可以交错组在一起，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宇宙观，所以、漫威的作品有这些有趣的色彩在里头。那迪士尼过去这些作品是不太可能角色跟角色之间有交集，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买了之后呢，也许未来可能大家会对这两家的作品合在一起你会觉得很有新鲜感。嗯，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大英雄天团，其实他都已经有点偷偷在放一些过去你在迪士尼、在皮克斯看到的元素了。对，那要不要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大英雄天团？它的故事是在讲什么呢？大英雄天团它讲的是一个兄弟党。那兄弟党因为其实他们的父母都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们是被寄养在阿姨家里面，然后这对兄弟党都是相当聪明的兄弟党。哥哥就是在大学里面念那些科学的，那弟弟呢就是游手好闲，不喜欢念书，然后不是一个正规的好学生，他就是喜欢自己做做机器人啊，然后去街头跟人家比赛，去打那个街头比赛。所以他知道他哥哥出事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说我想要帮哥哥完成一些事情，而且他想要找出到底是谁害了他的哥哥，
所以他就把他哥哥在生前做了一个医疗型的机器人，也就是各位在预告片、在海报你们看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很像个马吉的那个机器人，就把这只杯面，它的英文叫 Baymax， 然后中文翻的比较俏皮，叫做杯面，就是大家吃到的杯面。对 ，Cup Noodles。对 ，Cup Noodles。所以他就是在创造一个很可爱的角色，他是一个医疗用机器人哦，但他怎么可以拿去打击坏人呢？所以这时候迪迪就去写他的程式，然后写的可以成为一只战斗机器人，你就会觉得说很像我们小时候每一个男生的梦想，每一个男生梦想都是想要去驾驶一台巨大的机器人，这是 最早雏形，就是无敌铁金刚嘛，对，所以这个作品里面就有发挥一点这种东西啊，就你就把杯面想成是一只会可爱版的。可爱版的无敌铁金刚，或者是会打架的小叮当，他大概就是那个意思，因为他确实就是跟主角就是互相成长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次迪士尼去改编漫威这套作品的时候，他们就试图的想要去多做一些东方的元素跟西方的元素可以结合在里头，我觉得可以看两次哦，因为看第一次你可能只是看剧情、看一些故事而已。所以你看第二次的时候，你可以去看里面很多密码，因为它藏了很多小密码在里面哦。哦，我偷偷透露几个密码给大家去猜、去找到底在哪里。就比如说这个片里面你会看到有什么呢？有皮克斯过去的作品《瓦力》，因为瓦力有机器人嘛。对。瓦力的机器人有哪一尊出现在电影里面呢？各位要去找。然后那个无敌破坏王，这个大家比较容易想象到，因为无敌破坏王是个电动游戏，对，因为主角是一个喜欢打电 动喜欢玩机器人的，所以呢无敌破坏王的一些机器人呢在里面呢他偷偷出现，其实还包括他连那个主角他住的房间，因为他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旧金山对不对， San Francisco， 可是这个故事它发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叫做San Francisco， Sokyo， 反正他把它翻成旧金山跟东京结合在一起，它成为一个新的名称。对，它就是要创造一个看起来像是在日本或是东方的一个城市里头，它布满了西方的色彩。所以包括主角，男主角叫做 Hiro， 其实 Hiro 啦，这个有很多翻译的方式，可能叫广，宽广的广。对，但是你知道 Hiro 这个名字念起来就是跟英文的英雄是很像的。所以通常在那个日剧或电影里面叫 Hiro 的都是通常都是主角了，对。然后他的哥哥那些身旁的朋友们呢，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刻意都把它取得跟食物有关系。哦，还有什么 Wasabi 啦，那几个角色都取这个名字，因为包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他们的这个大英雄天团里面的成员都跟吃的有关系，所以因为主角那个机器人叫杯面嘛。Baymax， 所以那时候就把它分成杯面，就是可以吃的，哦，所以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小的助手的角色，叫什么蛋蛋还是什么的，就是都是取一些谐音，然后去玩一些有趣的名称出来，所以他这片是一直想要做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品，所以他之前也在东京电影节的时候也是放映啊，他蛮早就放，所以那时候就传出还蛮好的口碑的。成为一个战斗时候的机器人的时候，他内心又保有医疗机器人的那个童趣，跟喜欢去摸摸小花啦，他有那种比较俏皮，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无厘头的行为。但是我们说他这部作品其实还是回归到迪士尼的精神嘛，膝关节为什么迪士尼精神这么深植人心呢？它的关键在哪里？迪士尼精神我觉得这是讲给家长听的啦，因为家长会觉得说我带我的小朋友去看看卡通或是看电影好了，他们会觉得说毕竟小朋友有年纪上的限制啊，会希望小朋友看一个是比较合家欢的啦，然后大家都看得懂啦，开心啊，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对，那迪士尼它确实因为原本的服务的宗旨就是服务给家庭课程，所以他们的作品里面就是你知道他们有 一套计算的公式啊，要有多少的百分之多少的友情啊，多少的爱情啊，多少亲情啊，这是一套可被计算出来的公式，所以包括比如说你去年其实相当红的一部作品，红到今年大家都一直在讲的《冰雪奇缘》好了，它确实是亲情、爱情、友情这些互相，它就是看它的比例怎么去调配而已，
像冰雪奇缘，大家一定没有猜到最后是亲情的比例这么大，因为以前过去迪士尼的风格可能是爱情的成分放到最后，可是冰雪奇缘到最后是亲情，那像大英雄天团，它到最后是什么？是友情，就是每一个故事它可能会放一些不同的轴心，但是这三个感情的一个面向，它是必备的一个元素，因为这是我们人基本上在情感上的一个诉求嘛。所以迪士尼它是很紧抓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式去慢慢去写这些大家都能够熟悉喜欢，然后还要有点创新，结局还要让你有一点意想不到。我觉得这是特别是结局要让你有一点意想不到，是这几年迪士尼出品的作品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包括前一年的《无敌破坏王》好了，《无敌破坏王》最后的结局其实也是让大家有点，你觉得应该会这样演啊，他确实也这样演了，可是他最后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让你会觉得有点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这几年迪士尼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刚刚膝关节已经讲到说，迪士尼前一年有很成功的作品，就是《冰雪奇缘》里面的吉祥物雪宝啊，雪宝是大家都知道就很喜欢的角色，所以膝关节觉得这次 Baymax 有可能胜出雪宝吗？以我们男生的角度，我们一定是觉得 Bayman 大于雪宝，雪宝只是一个会装胡萝卜的一个雪人而已啊，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会死，就这样。Bayman。背面可能会死，因为它机器人。可是背面它可以变出很多有趣的东西啊！就大家看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它是医疗机器人，大家可能对医疗机器人没有什么概念。概念电影里面就演了很多有趣的一个设计哦，包括说哦，它会帮你扫描你全身上下哪里有问题，然后它就会问你说，请问你的痛苦指数是多少？那叫你自己讲，从一到十，你自己举个分数这样子哈。然后它会讲说，哦，我看你。我觉得你蛮痛的，你应该比这个更严重一点，然后他会帮你喷什么消炎剂啊，帮你，所以他就是做一些你觉得很可爱的行为。那等到他成为一个战斗机器人的时候呢，你知道，因为他成为医疗机器人的时候是很憨厚的，然后可成为战斗机器人的时候就觉得要比较激进一点，比较彪悍一点。可是他那时候就会听主人的指令嘛，啊，有些时候他成为一个战斗时候的机器人的时候，他内心又保有。医疗机器人的那个童趣跟喜欢去摸摸小花啦，看看小蝴蝶啦，就是他会做出这种你认为跟传统英雄机器人比较阳刚那个形象之外，他有那种比较柔性、比较俏皮、比较可爱，甚至有时候还会有一点点无厘头的行为。那机器人去追那个小蝴蝶的，这个片里面很多这种。愚蠢破格的想法，对，就很好笑，因为主要是他那只机器人，他白白胖胖，像马吉，所以其实导演编剧们有在他这只白白胖胖的马吉身上做了很多有趣的设计，包括现在大家可能看到播出的时候天气是蛮冷的，我们的杯面还会化身成为一个人体暖炉，让他的朋友们来取暖，很有趣啊。就是所以早期这个片的预告片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看到这只医疗机器人杯面，它怎么从一个白胖嘟嘟的居家医疗机器人变成战斗机器人？我觉得这一段的设计很有意思啊，因为特别是主角，就是你知道看到那种他在设计他的盔甲，就是会做那种大家现在很习惯、很流行聊的那个3D 列印技术。你就会发现3D 列印技术这个东西，可能因为在现在已经看到了嘛。他这片就是充分利用了 3D 列印技术，他就是设计背面的盔甲，然后慢慢的一件一件把它做出来，然后做完之后，其实最好就是他怎么把它穿上去的过程，因为他白白胖胖圆圆的，所以他在穿每一套设备的时候，配备的时候，都很有喜感啊，所以他要穿它的时候，背面自己都讲说，我穿这些东西好像不符合我的设定哦，然后慢慢的把它穿完，然后最后要。塞他的屁股啊，塞他的肚子的盔甲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我们大人可能看一次会笑啦，可是小孩子哦看几次都会笑。小孩子就是看他那个盔甲从屁股塞上去的时候，就其实机器人是没有知觉的啦。痛感的。对，可是你知道这个是要一个拟人化的感受，所以当他那个盔甲从他那个背面的屁股塞进去的时候啊，那个背面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最厉害哦，因为背面的那个眼睛哦，其实就是只有两颗圆圈圈而已。可是那个圆圈圈它突然放大，咚，然后你就觉得它就像我们人那个眼睛突然就你屁股被人家那个很像童子拜观音，所以那个背面的眼睛会突然
咚放大的时候，其实蛮好笑的。然后加上最后那个把他那个肚子的盔甲穿进去的时候，哦，你觉得整尊都已经穿好了，结果他要学那个主角 Hero 这样子，他只要弄这样子，他全身盔甲都能弹飞。我觉得那一段那个有很多喜感在里面，你可以想象机器人光是穿上他的那个盔甲都可以这么的爆笑，这应该是史上第一回。因为过去哦，你知道在这种变身的桥段啊，通常都是最帅的时候。各位可以回想一下，变形金刚在变身的时候都最帅，你光看那个机器人那个车怎么变出来，你就觉得很帅，对不对？可是杯面的变身过程是很别凄的，充满了一些无厘头的色彩。所以我觉得你带那个小朋友进去看这个片的时候，他在穿盔甲的那个过程，小朋友可能会笑到从椅子上跌下来。所以整部片看起来他的幽默指数多高呢？有啦，很高啦。我觉得你说一到十吗？对，一到十。一到十，跟医疗机器人告诉你说是一到十的那个评分的话，好了，他幽默指数可以到8分呐、啊。八分。对、你光看他怎么穿上那些盔甲，我都觉得很好笑。这些动画师，这些导演。其实不会演啊，他们基本上是看着日本的这些动画长大的啦，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 Hero 家的那个月历吧，那个月历应该就是他就是把那个无敌铁金刚跟铁人28稍微组合一下画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们是试图想要去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日本，偷渡自己的童年的回忆。这么多年来，大家还是很喜欢看卤蛇变英雄的故事。对啦，因为漫威的作品里头，它就是充满了很多的主题，都是原本不被看好的小人物，原本是一个边陲的人，或者是被众人敬仰，可他心里面很寂寞的，比如说钢铁人好了哈。那这些角色，可能你知道英雄的一个成长之旅，这一定是大家喜欢看的啦。你如果看到一个从一开始端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人。那这故事有什么好写的？对，一定是一个要让他从凡人，或是从不起眼小人物，比如蜘蛛人好了，然后就是一个不起眼小人物，慢慢的一个一个往上爬，这样子一个故事才有张力嘛。就像我们的主角 Hero， 他本来只是一个喜欢在街头玩机器人格斗游戏的，他只喜欢做这个东西就好了，因为他觉得别人都是笨蛋啊，我去用这个机器人去跟大家比武，然后赚钱就可以了。哦，那殊不知后来他的哥哥启发了一个他对于科学有一个更伟大的想象，这个梦想是很重要的。所以迪士尼或是皮克斯或是梦工厂这些动画作品里面，他们我觉得最终都有一个主轴啦，就是你要诉诸于梦想，你的梦想到底在哪里。因为对于家庭课程，对于小朋友，对于这些学龄的孩童而言，去找到一个梦想，去实现一个理想，我认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次大英雄天团的制作团队也是迪士尼的老手嘛，这次又融合了东西方的元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讲一下这当中有哪些的创意呢？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原本的旧金山它变成一个东西两方合并的一个城市，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街景上面他们都会挂有日本食物的那些招牌。然后这些你过去看那些西方式的角色的人物跟东方式那种比较零零角角的笔触，他们结合起来就变得比较柔性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在一个笔触上，他们有试图去找到一个两边结合起来的一个中间值。对，要不然你去看日本那些动画哈，其实他们的一个棱角是比较多的。那你去看西方呢，比如说你去回去看迪士尼过去创作那些什么公主系列的，那都是比较柔顺的线条、那这两个组合起来之后，我觉得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大英雄天团这样的东西，然后包括大家看到很熟悉一些电玩的语言啊，机械人的语言啊，这个都是东方特有的东西。那好莱坞其实他们也很喜欢这一套啦，就是特别是画动画的，看漫画的这些动画师，这些导演其实不会演啊，他们基本上是看着日本的这些动画长大的啦，所以他们也都是或多或少会希望在自己能够当主角的这样的作品里面呢，去偷渡一些过去喜欢的东西进来。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 Hero 家的那个月历吧，那个月历应该就是他就是把那个无敌铁金刚跟铁人28稍微组合一下画出来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们就试图想要去放一些自己喜欢的日本，偷渡自己的童年的回忆。对啊，你今天包括我去画，我可能也会偷渡一些这种东西进去，因为这伴随着我们长大，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包括那个很多那个皮克斯的动画师，他们都说他们
灵感没有了还是怎么样，他们都会跑去看宫崎骏导演的作品。嗯，这是一样，因为毕竟这些机器人啊，确实是在东方，在日本萌芽是比较早的，所以我觉得这片以我们台湾的观众看啊，我觉得非常熟悉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看这些东西长大，所以当你看到来自于西方迪士尼的作品会出现这些元素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还蛮兴奋的。嗯，就大家共同养分的来源是同自来自同一个方向。对啊，特别是像杯面那只机器人，它还会，我看到那段我就大笑了啦，因为它还会学无敌铁金刚的一些动作，我就觉得说这根本不符合你这只机器人设定啊，因为这只机器人是白白胖胖，全身是充气的，你知道吗？它怎么可能拳头那个手还会跟你分开呢？这是不符合逻辑，但是就是它就是这么做的啦。嗯，好，挺可爱的。嗯，那最后请膝关节帮我们说，你最推荐大英雄天团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那只杯面实在太可爱了，因为是杯面，我觉得就是满足了大家小时候对于机器人的一个想象，它可能是一个全天候会关怀你，而且这只机器人呢，还跟过去的一些机器人有一些很大的一个差异。过去机器人都是一个比较冷酷的一个形象，这只机器人它不但温暖，而且它可以给你拥抱。嗯，就是没有机器人是可以给你拥抱的啦。嗯，因为他还白白胖胖的，然后全身都是软绵绵的，所以他就是一个柔中带刚，然后在可爱无厘头之间带有一些陪伴你冒险泛滥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验。嗯，所以就是就膝关节来看的话，觉得迪士尼跟漫威的合作未来有还有什么期待的地方？我觉得这一套作品也许有机会再发展一个系列下去啦，因为他们，我看起来他们还可以做很多冒险，而且毕竟大英雄天团里面有六个人，这六个人里面他可能枝枝节节有可以产生很多故事。嗯，在这个大英雄天团这个片，我呼吁大家，就是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最后有另外一个配角，他拉出另外一条线出来，然后那条线非常有趣，而且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已经在猜。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会出现，但整个影片都没有出现。这个很重要的桥段是什么呢？我们就留给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进到影厅之后慢慢等哈，那个等到那个片尾跑完啦哈，因为那边有一点点长。但是我觉得，你如果很熟悉漫威作品的粉丝们，相信我，你们坐到最后看到那一幕。是值得的，是值得。所以跟漫威系统到最后一定要等到最后才会找到彩蛋是一样的道理。对，而且这一个后面的隐藏的人物是大家很熟悉而且很有趣的一个设计。哦，就是卖关子要卖到这样就对了。要啦，因为看 Marvel 的影迷们就知道，你们就是习惯要等待啊，要看看后面你会变出一个什么小花招。让我对你的下一个作品是有所期待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膝关节帮我们分享大英雄天团，谢谢膝关节，谢谢。